的成员美珠因火药于各大综艺节目而打开知名度，是近期很被看好的女谐星。近日她在韩综《我家的熊孩子》中担任特别 MC， 受到节目中妈妈们的欢迎。她表示自己有一位大两岁的亲姐姐，虽然小时候天天打架，长大后却经常聊天，关系变得很好，也透露拥有哥哥是她小小的梦想。当被提问希望节目中的谁当她的哥哥时，她则回答金钟国，理由是觉得对方很可靠。此外谈及是否曾因恶评而流泪时，她也坦言曾在一篇恶评中看见一句美珠真漂亮的评论而感到印象深刻，但仔细看了 ID 才发现是妈妈的账号，让她的眼泪瞬间决堤。妈妈特意留言支持自己的举动，展现了来自家人的爱，让她既感动又温暖。